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么努力的。文明他妈妈什么情况呀？<笑>都好多年了，这个家里呢，没有病人的人可能体会不到，我们也就是熬着，有时候一天一天的有希望，有时候一天一天的没希望。 我懂，我家里也有个病人，太懂了。来，老高，来，你少喝点啊。嗯。其实每个人都挺难的啊，这些难的事儿就不提了，今儿挺高兴的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 要是以后有什么能用得上我们的地方，尽管支持啊，我们肯定尽力帮忙。那我就说了，不客气了。你说，你说，他妈妈的那个主治医师啊，他们说跟您挺熟的，帅医生，帅相如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也不是太熟，大学同学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，主要是住这么长时间医院。 也没个病床，然后床位太紧张了，我们就搬着个床，今天这儿，明天那儿的。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打一招呼，什么时候有空床位了，想着我们点。方便，没问题，我去打招呼。但是，能帮到什么程度就不保准了。哎呀，有你这句话，我真的谢谢你。来来来，儿子，快快快，来，咱们一起敬你阿姨一杯。 不是，你怎么能叫人家阿姨呢？我说的是你小丽阿姨，这对呀、啊，来，谢谢小丽啊。嗯，啊，嘴瓢了，嘴瓢了，谢谢小丽阿姨啊。<笑>谢谢小丽阿姨。江鱼，一起吧。来，没错，来，干了。干。 大小李阿姨，你这个这挺难的。一个人拉扯江宇长这么大，我还是个男的都觉得挺累的。你这不难。啊？江宇从小就懂事儿，好带，就是太轴了。你说前段时间是不是你们分班不高兴了？嗯。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？跟校长吵架。还有呢。 学校让他搬去一班，他不搬，非得跟15班那帮人待在一块儿，还跟学校打赌。我真觉得就不值。还有他那倔脾气跟你一模一样，你有空说说。你管管他。怎么这么跟阿姨说话呢？嗯，没事没事，不怪文敏。小雨，你是不是背地里又说妈坏话了？ 哪跟哪儿啊？你喝多了吗？没有。怎么就不值了？我觉得值，我觉得比我自己拿冠军都值。有收益的事情，才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了？哎，现实有错吗？不对啊。不对。你们俩都错了。嗯。你们俩能成为同学同桌，你知道？ 这是什么吗？嗯，缘分。嗯，百年修得同船渡。他俩不是那个意思。好朋友之间，意见肯定会有不一致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一定要互相理解。嗯，理解万岁，万岁，对不对？我不理解，我俩都同班两年了，得什么样的白眼狼才能不管别人，只顾自己啊？你帮别人。 也得人家买账，对不对？你当初找我参加创新大赛的时候，我买账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，但没有人真的愿意被人看不起。哎，小雨，干嘛？文明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上厕所。哎，别生气啊，文明。你这你怎么呀？就是朋友之间得互相。 互相帮衬，你才能走下去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对老高，你说太对了。嗯，他们不懂，就得相互帮衬。嗯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干什么？别喝了，你为什么不让喝了呀？你把酒给我放下。
有这么刷意的吗？你也别喝了，你好不到哪儿去。你放儿子说咱俩，那怎么办？不是，可惜了，红酒没喝完就浪费了，把一家酒浪费了。哎，那我去收拾，我收拾。你坐下，你是客人，我收拾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你照顾啊，我照顾他，照顾他。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你自己也慢点啊。谢谢老登。别客气。喝水。我。走，去那边待。去哪儿？沙发。走，你起来。来这。上班躺会儿。不能喝就别喝嘛。来，垫子。陈碧达。你去照顾我妈吧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去叫医生？啊，妈，你看。还是你爸呀，最懂我的意思。反正你要走了。